所謂正妹精神，只可信賴。提到服務即商鋪，就租客自大。不單止興能幹，做嘢所派，我哋會主頭水，又會幫助。我哋拉齊人馬嚟參租客，頭髮換件新衫，就精神滿發。入咗客院就想住何東，快啲嚟新沙灣剪個靚髮。入咗何東就自正路，還會咖啡同恐龍玩下自拍。何所欲？问妹几时真正入座？有盛会嘅生意会突破门槛。